在海南磨成老双赢。那种感觉现在有没有进到的方式呢？海南方的想法呢？你在评论转发这个磨了，他好。他摆我应该就是个空，他摆我应该就是个怀疑怀疑。你用马蹄子，我这里在叫你，你快走点面回。还有嘛，就是咱城市里还有几个名人，他们上台也都要报名。还有嘛，说上台这些名人，阿林高明，阿在我嘛是每天有，每天需要阿伟，阿伟的名啊，阿伟的时间是大金黄。我在干毛主席，干毛主席，我在嘛是做白工，他嘛说工作就完成，工作很努力。阿妈说干包用干锅，我也用锅锅上用做干。好啊，阿些红花包一个人用，一个红花拿锅里面去，就是，阿妈说干包就是为了叫阿弟等你，等你，叫快，卖锅你啊。卖惯了，到了惯性了，到了差不多了，蛮开心哦。一点心了，我也就是这个事情。安的好，阳光平凡哦，有点了解了。还要把书包包收在自己手里头。他到时候也可以跟他讲你。阿伯千万不要生气哦。啊，怎么对吧？我爸讲，下半段你要珍惜。我爸知影你有一个基本的，是假基本的。我话说当时在接水，接水方面你该清楚。你要接受各方面，谁给你的意见，你就要接受，不是用你的方法这样看到。为什么你会讲的这样？是要接受他们。他们有他们的对，他们要讲究吗？没有吃了东西，有精油有酒吗？好啊，我加工料跟老婆茶，我茶，反正一弄两多钟头。阿婆吃啊，做茶的泡茶壶。做泡泡。阿婆干。他在厨房里。我说他呢，我知道，我感觉。咱俩泡茶不要泡茶，我泡茶。阿妈是家，阿妈是工人哦。阿幺幺妈是在哪里啊？阿幺妈是养我的鸡，阿在工人哦。阿幺幺妈在哪里啊？阿幺幺妈在哪里啊？
只冷茶。我只讲只冷茶。我一只冷茶。我冷啊！你睇。只冷茶。我两口都冷，所以。